父亲，您感觉怎么样了？父亲，喝了这碗药吧。爸，爸，那本佛经拿给我。等您病好了再看佛经吧。再也没机会听师尊为我说法了。父亲，您别乱想，您不会有事的。孩子，把那本佛经拿过来吧，我想再看一看。父亲，我的父亲啊，父亲，父亲，父亲啊，父亲啊。师尊，我是来向您表示感谢的，承蒙师尊慈悲为我传授皈依，并可以亲自聆听到您的教法，才能在死后转生33天。我该返回天界了。去吧。父亲啊，我的父亲，父亲啊。这不是我的儿子吗？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你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悲伤呢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你的父亲呐。父亲，您真的是我的父亲？父亲，您现在在哪里呀？我已经转生到33天。33天？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善业转生到33天的？因为我在人间皈依佛陀，受居士戒，亲自听佛说法的善根，才转生到33天的。你不要悲伤，我现在非常安乐。你好好皈依佛法僧三宝，对你的未来会有极大的利益。父亲，我也要像您那样皈依三宝。好。世尊，
来了。是的，世尊。我希望在佛前出家，受持比丘戒。世尊，是什么样的因缘使这位婆罗门的儿子一开始对佛法没有信心，但在听了父亲的教导后才对佛陀生起信心，跟随佛陀出家并证得阿罗汉果呢？希望世尊为我们解说前后因缘。婆罗门的儿子在听了父亲的教导才对佛陀生起信心并出家证果，其实这个过程不只是现在，在过去生中他们也是这样的。在贤劫人寿20000岁迦瑟佛住世时，印度鹿野苑有一位婆罗门的儿子，世间学问没有不通晓的地方，而这位婆罗门对迦瑟佛具足极大信心，在佛前皈依受戒，死后转生到天界。儿子无法接受失去父亲，伤心不已，天天哭喊：“父亲啊，父亲！”啊，父亲！孩子呀，你不必这么痛苦。我在迦瑟佛前皈依受戒，死后转生到天界，你也应该皈依迦瑟佛，对你以后会有利益的。儿子听了父亲的话后，就到迦瑟佛前皈依出家。临终之时，他发了一个愿：我在迦瑟佛教法下出家，没有得到什么境界，希望我将来能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出家，证得罗汉果位。由于他当时所发的愿力现在已经成熟，所以能在我的教法下出家，成为阿罗汉。当时的父子就是现在的父子，当时的儿子是听从父亲的开导而出家的，今生也是听从父亲的开导，再加上前世他曾经发过的愿力，才得以出家证罗汉果。这就是婆罗门父子的前后因缘。多谢世尊。